曾以为真爱无痕，不过是难可以梦。寒梅深知愚蠢，虽美却难长存。还有谁愿意再等？可能吧，可能。你感觉不到他吗？这可是你的孩子啊。小宝宝，快点说谢谢爸爸呀。你爸爸可好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亮亮。爸。来来来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啊！你不用照顾我，我一会儿去饭堂吃就好了。哎呀，那怎么行呢？来来来来来，行了，来来来来，坐下坐下坐下。你呀，现在可不是一个人吃了，还要吃给肚子里那个。对了，我去餐厅问过了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个是山药排骨、桂花莲藕，哎，还有番茄炒蛋呢，都是对孕妇好的。哎，对了，哎，还有粥。好消化，好消化。爸，你真好。哎，当爷爷当然好了。啊，孙女好，孙女更好，我呀更疼。爸，哎，对不起。亮亮，真对不起我。怎么了？我是说，我还不太确定。哎呀。只要你跟孕媛好好过日子，这生儿育女的事嘛，那是迟早的事情，别想那么多。来来来，先吃饭啊。亮亮，亮亮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你说的那个医生啊，我找到了，我跟他谈过了，他说还有办法，你还有救。这是不幸中的万幸，要是这个医生一点良知没有，他就会听你婆婆的话，把你的子宫摘除。还好，他呀是医院里的妇科一把刀，他只是为你做了结扎，他说一定会想办法恢复你的身体。也就是说，我还能做母亲？嗯，至少还有希望。谢谢你，陈赫。其实老实说，我在去之前心里一点都不乐观，我想最差要把他跟你婆婆告上法庭。可是我后来看他为你的事情跑前跑后的，我想这个人也没有差到家，否则他也不可能追着你要告诉你事情的真相。所以你又心慈手软了。怎么了，亮亮？你在想什么？就算能生了，又能怎么样？我对孕媛已经彻底失望。亮亮，先不要想这些了啊！不要想这些了。海阔天空，来日方长。只要你不放弃，困境就有走出来的那一天。眼下当务之急，是要把你身体里失去的全部要回来，然后再去谈条件。条件？什么条件？跟谁谈？跟命运谈啊。去跟他谈，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？跟命运要我想要的生活。对。
嗯，我太太，这回很疼吧？没关系，我太太，你放心吧，我再也不会对你……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借助这种疼痛的感觉，这样我以后会更勇敢。曹医生，你不用害怕，这也是你的一次赎罪的机会，我和我将来的孩子都会感谢你的。 怎么样？还好吧？曹医生，怎么样？手术进行得很顺利，只是他坚持不肯使用麻药。你带他到隔壁的休息室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好。陈浩，妈妈，扶我一下。 我在这儿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我会在这儿一直陪着你，我会永远的守着你。 妈，你上班跑过来干什么呀？你还有心情干这些？怎么了？瞧你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。亮亮说她怀孕了。我又不是聋子，昨天就听她说了。那……那什么呀？该怎么办啊？没有的事儿能怎么办？妈，她说她有。难怪你爸说你不长脑子，他说有就有啊。 曹医生都说了，把他给处理掉了，你穷紧张什么？他说的有鼻子有眼儿，我心里直发毛。你妹妹不是解释得很清楚了吗？那就错觉。妈，你实话告诉我，玉慧是不是也知道了？啊？完了，她知道就等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这亮亮要是知道，肯定会杀了我。你胡说什么呀？我现在反而后悔告诉你了。 当初告诉你是让你安心的，没想到你最慌张。安心，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，我怎么安心啊？很远呐，这个是我告诉你，你可得死咬着不放。曹医生走了，知道这事儿的就我母子仨人。妈，我现在连公司都待不下去了。爸一上午美滋滋的，亮亮又阴阳怪气，一直盯着我看，我真的没有办法面对他们。再说了，这亮亮，隔三差五。 就跟我玩一次错觉，动不动让我去摸他的肚子，还替肚子里面的孩子传话，说要谢谢爸爸给咱们生命。哎呀，我真的受不了，我这会崩溃了。我看这样吧，过几天你大舅刚好去南阳投资橡胶园，你就跟他一起去吧，少在这儿担惊受怕的，还连累到我们呢。可是那能避多久啊？说真的，该怕的是我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好了，别烦了。 跟你就去南阳，回来以后什么事都没了啊！我只能送到这儿了。嗯，你真的要回去啊？必须回去。 你说的海阔天空，为什么我看不到？我现在必须回到那座监狱里，那才是我该去的地方。
自己睡觉，你不懂我，你就自己睡。嗯，老婆，让我亲一下，来，滚！啊，我是你先生，你让我滚，我滚，我亲谁去啊？啊，嗯嗯，来，哎，别碰我！你说什么？ 你不让我碰你，那我碰谁去啊？啊，你真有意思啊！干什么？你现在不安全，你就不怕吗？不怕，咱们没什么可怕的。 什么叫没什么可怕的？你都知道是不是？ 舒服一点吗？我是连夜想到的这个办法。晚上你就回家，白天你就找借口说自己有业务，来这里好好休息。这两天也不要回娘家了，让家全看见他又多疑。虽然呢，这只是一个隔靴搔痒的主意，但比起你那个整天受监控的环境来说，好得多。你在这里好好休息。 他们竟敢打你，太狠了！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和他离婚。我也要跟何云慧离婚。
你为什么说要和韵慧离婚？哦，我就是说说，你不会觉得她奇怪吧？你不就想要这样吗？ 不是现在，亮亮，等我们两个都离了婚，都是自由之身的时候，再来考虑这个好吗？那就让我们现在给彼此一点勇气啊！亮亮，这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将来都非常重要。你爱我吗？爱。亮亮，我开心的时候。 我想你跟我一起笑。我不开心的时候，渴望你能在我身边。我有事的时候，我希望有你的依靠。亮亮，人在寂寞的时候想另一个人并不稀奇，人越多的时候越是热闹，就越想他，那才是他。 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样的，我总是这样想你，我总是这样想你呀。不哭，不哭。好了，不哭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两个就是世上。 最笨的那对傻瓜，我们彼此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，绕了那么大的一个圈子。好，跟韵慧离婚，我决心已定。亮亮，你呢？ 你跟何韵媛呢？你还不相信我？不是，我不是不相信，我只是想，是不是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？也许他真的不知道他妈妈对你下毒手的事呢。他绝对知道，就跟他当初知道他妈让我喝药一样。 能把头埋进沙子的人，他就能埋一辈子。这就是他。给他一个机会吧，也等于是给自己一个机会。你明白吗？我不想会让你有一丝一毫的后悔。看他是否回心转意，也是看清楚自己的心。 才能够决定我们的未来。你要陪你舅舅出国？是啊，我大哥要韵媛陪他去南洋看香蕉园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 又想要心仪无辜，都什么时候了啊！你不陪在亮亮身边，你跑到南洋去干什么？你说这话就奇怪了，啊？这个怀孕还没确定呢，你就这么大惊小怪，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吧？再说怀孕也要10个月呢，你要孕元10个月都不离开，上次就没有注意，啊？这一次你还不特别注意？我不管了，你自己去问问你老婆。 看他要不要你在身边陪他。干什么呀？又不是出去玩，出去办个正事还得老婆同意。亮亮，你想去吗？哦，我大舅他说。我在问你，你自己想不想去？他想。
他问的是何运元。是，我想去，我去看看嘛。 我让你去，但我也欠缺吗？这就不用了，你现在身体不好，你就好好休息吧。哎，何云元，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 真的不需要我陪你吗？你现在身体不方便啊。那如果我身体方便，你还要不要我去啊？你以前不是说，怕我怀孕了就不属于你了，怕我心里只有孩子，不在乎你了。你不是还说？哎，对对对，都是我说的，都是我说的。我只是想提醒你。 你不是喜欢过二人世界吗？你没有别的什么可说的吗？这还有别的什么可说的呀？没什么可说的。是，有什么可说的？我也不知道。是没什么可说的。我只是觉得，我们难得有机会独处，可以说些悄悄话。万一。 万一我们这次是空欢喜一场，我没有怀孩子呢？那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次机会，没有压力，没有人来捣乱，说不定我们就会有了呀。韵韵，就算我们这次没有，那我们天天在一起，水到渠成，肯定会有的。韵韵，你会让我有孩子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 会的，会的。等我回来，会有的啊。 天天来看我吗？小姑娘，你怎么哭了？何云远走了一个月都没有消息，昨天他给家里打电话，他跟他妈、跟爸，还有他妹妹都说话，唯独没有我。都说了，你给他一次机会。 也等于是给自己一次机会。行了，你现在知道心里放不下的，也是一件好事。还不迟。我说什么了？他们有勇气面对我，我也不想面对他。我这是在高兴，我躲过去了。你这是高兴啊？你不看看你的样子，高兴成这样，你骗谁呢？ 我就是高兴嘛，信不信由你。我呀，就是专门研究高兴和不高兴的医生，我真服了你了。陈赫，我这段时间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只要一高兴，我真的就好想哭。我是不是快要疯了？ 我是不是被遗传上我们家的病了？啊！我懂，我都懂。亮亮，不会的，你不会疯，你绝对不会疯，啊！相信我，啊！你来了，我能看到你。
我真的好高兴，真的谢谢我打扰你这么久，让你破费了这么多。我知道我好了，我知道我不应该留在这里，可是我真的好怕，我真的好怕再也见不到你。亮亮，我也怕失去你。最近我每次来都不敢问你明天还来不来，你知道吗？每次来的时候在门口迟迟不敢进来，因为我担心你不在。亮亮，我有的时候发誓，如果你在，我就带你私奔。谢谢你，陈医生。别叫我陈医生。我们一路走来，你这话说的，好像是让我走回去一样。亮亮，不管是五年，还是十年，或者一辈子，我都愿意守护在你身边。都求你，你不要冲动。五年，十年，人很快就会老了、累了。我生日那天晚上，我开口向你要了礼物，有比这更冲动的吗？我当时并没有拒绝你，我说过，只要你愿意，随时可以，任何时候。任何时候。我爱你，我一直爱着你。我没有说，并不代表我不敢爱你，而是怕吓跑了你。你那么天真的依赖着我，我怕说出来。每三个礼拜的复诊机会，我见不到你，一等又是五年。我以为你懂，以为我们之间有默契。你会知道，我会一直守护在你左右。可现在我知道我错了，有爱就要及时说出来。亮亮，亮亮，请你不要跟他结婚，我求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我求你，我求你。你躲什么躲呀？啊，我是你儿子，你怎么不躲亮亮啊？你不是我儿子，我不认识你。哎呀，妈，我亲爱的妈妈，你往后要多多爱我呀，多多的疼我呀。不然何叔叔怎么会重视我呢？啊，你看你生的儿子有多优秀啊，你一点比不上他那个窝囊废儿子。今天公司有个应酬，我就不陪妈在家吃饭了啊。哟，你看我这个脑子，这么重要的事儿都给忘了。我的药，那
是我的药。知道，是你的药。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你怎么把它给丢掉？那是我每天吃的，你怎么丢掉了呢？发什么疯了你？这不全是亮亮交代的吗？每天瓶子里的药会少一点，吃完了，亮亮就会买新的来了。对了，妈，你放心，家里每天都会有你的药。我的药，我的药，我的药，我的药。奶奶说要吃药，每天都要吃。好，海亮。哎呀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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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错，不错。老了，老了。这个叔叔真的谢谢啊。这样我敬大家一杯，希望大家永远鼎力支持我们和氏，好吗？谢谢谢谢。来，好，一定一定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陆家的小太阳回来了。妈，怎么了？你快醒醒呀！来人呐！太大意了。家里有这样的病人，要处处小心。我上次不是跟你交代过了吗？是，都是我不好。那我妈现在怎么样啊？刚刚催吐和洗胃，恐怕在生理上还吃点苦头啊。最好能够注射镇静剂，让她睡一会儿。暂时没大碍，但是还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。谢谢啊。好在他吞食的药物不算太多，下次一定要注意了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先去看看他。你母亲这个现象比较奇怪，一般像他这样的患者，因为长期服药都会排斥药物，可是他反而会大量吞服。他以前是很不爱吃药的，可最近我也搞不清楚，总是自己嚷嚷着要吃药。你弟弟不久前因为服药过多失足溺毙了，会不会你母亲出于自责不由自主地模仿了？你的意思是他有可能会发生和小敏一样的后果吗？当然不能就这样粗浅地下定论，但是还是多观察一下吧。亮亮，你来了。
爸。医生他怎么说啊？医生说，没什么事了。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我怕万一，所以，我让秘书给您留了言，对不起啊。出了事，你当然要找爸爸的。亮亮啊，为什么不告诉家全呢？你不让他来，他也是他的儿子。你知道吗？我妈说家全凶，说他怕他，还说他要吃药，家全不让他吃，把药全都扔了。哎，亮亮啊，亮亮，你这样说家全公平吗？我也知道他是我哥，我当然不希望这是真的。可我更相信我妈。如果有人对他三分好，他会回报十倍、二十倍的。所以你就认为家全对他不好，他才怕他，对不对？用你的小脑瓜想一想，他为什么对他不好？就算他为了自己，他也不想自己有个疯妈妈吧？小敏走了，你嫁了，依人就是他唯一的父母。他也希望他早点康复，能减轻他这点负担。他让他吃药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把药都扔了？这件事完完全全说不通啊！我知道，在这件事上，没有人会相信我妈，可她不会骗人的。亮亮啊，我相信伊人不会骗人的，不过我更相信家全。他在用心弥补他16年来对他的疏于照顾，无时无刻不想着他，就连我们在外头应酬，他都挂着他喜欢吃什么，特别交代厨房多做一份回来带给他。是吗？还有，就连他上个班都不放心他一个人待在家里，都想带在身边，放在眼前看着。亮亮啊，是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，要不是你反对，伊人他现在早在俱乐部里，怎么会发生这种意外？我夜山海，夜山海，你是个不夜城。凯西，你说这俩人正在干嘛呢？嗯，面对面，甜蜜蜜的吃着宵夜。何叔叔，你可好好的照顾我妈呀！啊，陆家全呐，陆家全，你怎么那么聪明呢？陆总，刚才董事长夫人来过电话，说是让您过去一趟。啊，知道了，谢谢。啊。过去。陆家全，混账，吃里扒外。贺妈妈，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了，惹您生这么大气呀？您让厨房给你妈做宵夜。是啊。因为这个生气啊，就几个狮子头啊！你要做100个狮子头，我都无所谓。你们陆家吃我的也不差这一口。可是，董事长给你妈送宵夜，那我是让司机去送的呀。晚上应酬时我喝多了，明天一早又要开会，我想住俱乐部就不回去了。天地良心啊，何妈妈，我真的是让司机去送的。你想想，何叔叔是我的老板，我就一小小的经理，怎么能指使老板去替我办私事呢？哼，俱乐部的人都一五一十告诉我了，你老板替你送宵夜去了，一送还送3个钟头，怎么，是吃什么吃那么久啊？哎，人在家里，电话也不接吗？这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，何妈妈，我真应该我自己，我不应该替何叔叔挡那么多酒的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家全啊，
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何叔叔，我……哼，是啊，他人不在这里，怎么可以腾地方给你们两个幽会呢？哼，两个人面对面，吃也吃不完，聊也聊不完，连个电话也不接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对。就是你不对，年纪轻轻的不学好，给你妈拉皮条。你自己没教养，我还不想当嫖客呢。什么叫拉皮条？对不起，伯父母，对不起啊。你还是个长辈不是？三更半夜的为难孩子，人家是个孝子，给妈妈晚上送份夜宵，是我看他喝多了，想到老刘也该下班了，是我自己愿意替他带过去的。对，要你为宋伊人死，你也会愿意的。一顿饭吃了三个钟头，吃这么久啊，是怎么个吃法呀？从桌上吃到床上去了是吗？何叔叔，何静之，你不是人！你当着晚辈外人，你打我！你也知道这是晚辈，你自己怎么做长辈的？何静之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好，明天睡醒就离。可以，一切条件听你的。反正现在孩子都大了，嫁的嫁，娶的娶，你自己决定好，通知我签字就行了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使不得，这一时气话，这个使不得。何叔叔，家权啊，你现在立刻赶到广慈医院吧。怎么了？你妈妈吃药吃多了，亮亮带她去医院洗胃，你快去医院吧，明天不用上班了。谢谢何叔叔，谢谢。对不起伯母，对不起。一巴掌把我前途打掉了，哼，没想到打出一片新天地呀！哈哈。离婚。轻轻守在你身边。